越来越有时尚的架势的最佳童星。好，两位的视线一致哦，来先看中间的叔叔阿姨。好，一来看中间哈。好，看一下左手边的叔叔阿姨。好，右边的人物，谢谢。来看一下右手边，这边两位，这边。好，两位来呼唤一下，呼唤一下弟弟。啊，弟弟，你看那边，不要看我啊。弟弟比较不受控哈，大家可以很用力的呼唤啊。好，录一下 camera 啊。夏龙今天代表的是什么品牌呢？那它的近况是什么？稍后也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它应该是第一次啊来到微风之夜，希望他能够感受到在这里的亚洲疯狂购物之夜的盛况。包括我们这次的布置真的是非常有特色，比照电影里面的豪宅气氛，有植物啊，有阳台，哎呦，还有二楼嘞哦，还有这个露台门口喷水池，你看多么华丽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创意不断，而且优惠最多的微风之夜。好，还有哪边？哪边？好，需要。OK， 谢谢。我架势哈。中间，小贤这里。来这边。欢迎小贤来到今天的微风之夜，不知道它代表是什么品牌？因为整个微风有太多太多厉害的牌子了，那每年呢都精锐进出，邀请许多的大咖来助阵啊。不知道今年呢？小贤稀客哦，我记得好像第一次看到他在这里哦，不知道今年是代表什么单位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时尚概念。好，对对对，动一下，甩一下你的裙子啊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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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右边。好，也不要太美哈，感觉非常的前卫，有的人很野哦，有的人非常的时尚，非常的大胆的打扮。我们待会请他们分享，今天他们代表的是哪一个厉害的品牌来到微风之夜？请四位的视线，视线比较复杂啊，来右边开始。好，四位合体一下哈，谢谢。好，麻烦转一下中间，中间。好。谢谢，来展一下左手边，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媒体，包括在直播的哦。欢迎啊，别急，处理处理。好，陆思明帅哦。哎，我们刚刚看了好多美女哦，再换一下口味，需要一个 gentleman 来照顾一下美女的 camera。好，谢谢。那陆思明会代表什么品牌呢？其实也代表的男士也可以在微风找到自己喜欢的单品。这里不只是女士购物的天堂，男士们啊、哦、也可以像陆思明一样来这里选购自己适合的单品，当一个帅气的时尚的绅士，